塑造了很多个角色，而每一个角色也都改变了、影响了生活中的我。如果非要说出一个改变或者影响最大的角色，很难说唯一的那一个。我心目中有两个角色，我相信大家也应该知道是哪两个角色。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角色是李逍遥。可以说李逍遥的身上，他和我的过去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啊，尤其是在性格上啊。那我也是因为这个角色，被广大的观众所认识，也是他把我带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，所以我很感谢李逍遥。那第二个角色大家应该知道是梅长苏。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缘分，我和他之间的缘分，也是我的幸运。我可以遇到一个角色和我的经历有那么多的重合和相似之处，所以我在演绎他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是我自己。在演绎他的时候，其实他也会让我有一个反省的过程，我在他的身上也会汲取很多的能量。所以这两个角色对我来说，昨天晚上老胡一身帅气西装现身上海，作为代言人出席牛奶品牌改变者联盟大会主题见面会。说到改变，男神真的很有资格说这个话题。从无忧无虑的李逍遥到心思沉重的梅长苏，改变的不只是角色，还有胡歌自己。而说到2007年的复出，如今的胡歌也终于有勇气说出其实当时并没有做好准备面对观众。其实2007年复出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做好准备，而且那次采访，说实话我内心是非常抗拒的。可能是因为离开镜头太长的时间了，而且在整个恢复的过程中，我一直是一种不自信的状态，也是一种对未来非常迷茫的一种状态。然后在我没有做好准备就要去面对媒体、面对大众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那一刻我又知道我必须要踏出那一步啊，因为大家都在等我，我有这个责任。我那时候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但是我想，晨晨就像一个大姐姐啊，不是年龄的意思，就是她一直像一个大姐姐一样，给了我很大的宽容和包容。但是那个时候你记得你说了一句话，然后其实我今天回想起来那句话，我觉得你之后所有的成功，你演绎的角色有那么的深度和厚度，都是在意料之中的。你那时候说，其实和死亡擦肩而过，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觉得物质和名利都没有那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人情世界。对，我觉得他有那个时候就超成熟。可能就是人经历过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事件以后，他会想的比较多吧。然后我也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。可能那个说法会比较大，虚无缥缈。但是回到工作上来说，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，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使命感。就是说，虽然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圈叫做娱乐圈，但是你带给大家快乐、欢笑的同时，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带去更多的思考？我觉得这是我们更应该去做的。对，能够勇敢地面对所有的事情，少不了胡歌自身的努力。在昨天，他也特别感谢了无形中改变自己的妈妈。说到动情处，似乎还有点哽咽。这个人是我的妈妈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强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母亲。可能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的场合说，其实她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。
所以在生活当中，他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非常非常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病痛。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也非常的惭愧，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陪伴他。但是这么多年，将近30年的时间，他一边受着这个病痛的折磨，然后一边去积极地面对生活。其实在他身上我得到了很多。那对我来说，防腐剂有很多啊，好的剧本，好的角色，人生中遇到的很多的贵人啊，还有胡椒粉也是防腐剂啊。姑娘，为了你人身安全，你斟酌一下要不要抱，要不要抱感情。下面一位位的眼神现在都很不淡定。其实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，和我以往做活动，感受都不太一样。虽然刚才在过程里面我也会跟大家开开玩笑啊，但是其实从刚才在后台准备上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被今天的这个气氛所感动了。可能我们人生当中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。每一个事情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遇到每一件事情，你的每一个决定，每一个改变，所有的这一切成就了今天的你。所以我觉得，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带给我们的都是美好，都是有意义的。就像此时此刻，我能和在座的各位，进行交流，我觉得也是过去的所有的每一个时刻才促成了今天这个美好的时刻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珍惜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好吗？好。然后再说说改变吧，再给我一分钟啊。可能我对100分钟。可能我对改变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吧。有一些改变是我们主动去做出的，比方说我在事业上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决定都是我主动去改变，我想不要墨守成规，我想去突破自己。那有时候呢也难免人生会带给你一些不得已的改变，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抱怨，不是去消极的面对，而是应该乐观积极的去对待它，因为每一次改变都是有收获的。好了，说完了。好，那我再说。好，说得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再次谢谢胡歌。谢谢胡歌，始终不仅是用角色，并且是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在给我们力量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对这个舞台还是有点恋恋不舍。我知道是因为我吧，不是，是因为你们，是吗？对。好了，那个，总有这个离别的时刻吧。那我在这儿给自己打个广告吧。好，可能你唱。对，
这个近期大家能够看到我的另一个改变，可能就是在猎场里面了。你们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我。好吧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胡佛一直在改变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。